这个品种叫黄金橘柚，也叫黄金柑。这个品种的口感其实很好，产量也很高，但是种植技术这一块呢是不太熟悉，所以这果园呢每年都是挂不住果，还有就是皮特别粗，外观不好，品质很差，连续几年都是没赚钱，都在亏本的。这一颗挂的就稍微少一点。刚才听老板说今年的果量没什么果了，但是我们现在看见果子还是挺多的，可能是之前落果落的比较多，果子又小，所以就看不太出来。所以我们在果园里面呢经常听到果园老板说果子掉完了，这句话呢是不太可信的，一般要亲眼看到那才知道是真假，才知道真实的情况。这些的还有很多果。